天才冲冲冲精华版。好，马上进入我们全新的单元3W 进场。我们这边是一组奶奶队，好不好？奶奶，这边是晨晨队。好，你有没有按照大会规定，97学年度，我们奶奶队先攻，真的好，煮水饺哈。注意了，奶奶队首先进攻，对我们来讲呢，太轻松了。先知道他们表演上的缺点在哪里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们这一队会有缺点。我们示范，我们都硬底子老演员哎，老演员，老演员，国语都讲不标准，演什么戏呀？答题的派出来是前帅军，转身请戴耳机。嗨，来，戴上耳机他就听不到题目了，绝对听不到现场的状况。帅军，奶奶队的朋友，咱们现在看好，好的，题目是什么？题目请看。哦，护不成，护不成，法庭在理法庭剪头发，嘿，简单嘛，简单送分题嘛，对不对？每一队有3题，一定有一题简单的，真的吗？好不好？所以你们自己开始分配角色，赶快分配，赶快分配，讨论讨论。没错，看似简单的题目，要在30秒内表演完，可不是简单的事哦。究竟他们的演技能否让前帅军猜出正确答案呢？来，准备，3W 剧场各就各位。谢谢谢谢，这边多剪一点哈，这边多剪一点，哎，这两个希望哈，还不错哎，我觉得短发比较好看。谢谢。哎，你看这谁？监督的简单嘞，帅军没有，可是我一定会有表情，可是我觉得会有一点 confuse， 会，因为它太简单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第一题一定很简单了。嗯，就是人嘛，在哪里做什么嘛，招牌动作都有出来啊，该做的都做啦。我知道了，这个一定对。好，确不确定这个答案？I'm sure， 我是硬底子演员。You sure？ 啊哈，很短，你很秀，那就答案确定喽。嗯，我的答案非常长。答案是，郭富城，厉害啦，主角嘞。哦，在法郎。看见大明星把小牌甩开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很合理耶，很合理耶，甩开之后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？他在做什么？对呀，做什么？哇，这是形容啊！看到大明星把小牌甩开之后做什么？剪头发。You got it 嘛？是不是？是做什么？不是把它甩开？做什么？甩开不是一个动作吗？甩开不是一个？小姐，那是一开始他就要甩开了。对啊，那是最后。做什么一定是最后的动作啊！我说实在话，那个甩开真好看。你们演的最好的就是甩开。对啊。哎，你看这谁？就是在甩开那一刹那，我原本是想说在理发厅嘛，甩开那一刹那，我会改成是魔术馆。哪个太神才？还在那边推拿。天才冲冲冲精华版。张永强，听不到了，听不到，听不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题目什么，来请看。菜头，菜头，男的，这个男，跟新郎求婚，新郎哦，这男，而且是跟新郎求婚哦，但是跟新娘哦，啊，主角，好，请开始讨论，开演，开演。鬼点子最多的晨晨队会有什么令人期待的剧情呈现呢？好了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开始。
来。哇塞，还剩下20秒，他们还。发言那么慢，他们的主角还没出来哎，对呀，惨了，快没时间了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如果新郎再不嫁给我的话，我忧郁症都要犯了，你知道吗？9、8、7、6，看表情，你看张无桥的表情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别讲话，四位，请到舞台前面，好不好？一字排开。不要讲话，我都不知道。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因为我图很大。如果他答对了，我要从那边爬到货，好不好？所以不能讲话。好，这演什么？我没讲话，不能有感觉，不能有感觉了，停了。他，你今天在嗨什么、啊？因为你们答不出来啊。我觉得这个身高应该不高吧。啊，计时10秒钟，快点，答一起出来。10、9、8、7、6，还有剩下一个。4、3、2、1，好。好奇怪啊。各位观众，您知道他写的什么吗？他怪怪的耶。各位，他写的是菜头在教堂抢婚。他是抢婚呢、啊。恭喜你 ，out。out。有争议。求婚。有感情是求婚。抢婚。最后菜头怎么会突然来个抢婚的？简单吗？你不说一定会小乔呀、啊，哪个赌多大？抢太多，对不对？他赌超大的，他说如果你答对，他要跪着爬到爆。如果我们没这样子跪的话，他过去很明确。应该是对的吧？那你排一排。求婚多呀，跟新郎抢婚的求婚很难呢。哎呀，哇，这又难的。我们题目真的比较难。哦，哪有？可是杨明威真的学得很好，他那个蛮像的。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好，还不错了。现在我们来。换队来，继续进行我们的第二题。两边交换之后，奶奶队派出的新的答题的是小贤。好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如果我们猜对了，要拼一题吧，爬过去。好，答对，评论完全没有错误，我爬过去。好，漂亮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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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我还学狗讲 Oh my God， 这样好不好？狗会讲 Oh my God。那你要被踩到哦，你要被我踩到，你踩到 ，Oh my God！ 好，来打你的，转身戴耳机，好，戴好没有？戴好了哈，有啦，顾宁他现在要拿答题板哦，来，所以要戴，对，要戴好，戴好，大声哦，很好，就这样子，来准备，请看题目，题目是，哒啦，哎。在公车上抓到色狼，哇！来，内容讨论，难呢，30秒计时开始。目前比数0-0，奶奶队能否先打破鸭蛋，并让晨晨学狗爬呢？3W 技巧，请准备。请写答案。你看这过程，那个表就知道错了，不优了。
你演这么好哎。对啊。哇塞！我说完了完了，又要错。我看搞不好一个都没中。他的答案是。什么？我来看一下奶奶队的答案是。答案是。来，请说。志春健在电车猥亵痴汉。刚刚就在那边，然后他们在搭电车啊，你就是志春健出来之后，你就看到他先他是痴汉，他骚扰他，对啊，你就把他抱起来从后面，不从后面，后面是亲的，他是这样，啊，我是手，我的手哎，这样子，他是抓，不是，哎，你不能怪，我还在演，有没有？我抓到他还在演，还在演。你有看到我有愉悦的表情吗？我的表情是痛苦的。小时候还是我痛苦的表情是感觉像愉悦。没有，他说猥亵痴汉啦，所以痴汉很痛苦。因为快乐的是他。对啊，痛苦的是你啊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标准的答案是，请看。林峰在公车上抓到色狼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脑子在想什么？公车上，我刚不是开车吗？竟然看到志春就很愉悦。我们还怕误导，就以为是捷运。对啊。所以还有一个司机，他们在抓着那个公车赶。而且我还停车。然后我还在那边，我是在那边荧幕出来，我还故意招公车停车，我还上车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在那边摸他，我还抓他。我的手。眼睛那么清楚。没有，我觉得错在你找小钟哥当那个色狼。色狼。因为他就像电车。对啊，这屁啦！痴汉就是電車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你这很不揣摩。我们干什么？你看他演这种错误吗？他为了演这个，很帅，对家不要做功课。你本来就知道题目了，开玩笑的啦。哎呦，好啦，演的真好嘞。一样，第二题，答错两题，讲完。前呢，可以讲说是不分轩轾，是吗？是吗？实力相当，那救了你。是你太会演，偏差，把你想象力的太丰富了，太丰富。是你们，你要怪那个巴拉，你要怪你自己打，你把这段剧演得太愉悦了。好，那么这四位已经就定位了啊，所以以你的资历、年纪、经验，你答对的话。我爬到华氏大门口，哇哟，再大笑三声，哈哈哈！真的假的？假的，好。这口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你请你把，来，我帮你带，耳机带起来，真的。哎，还有这边卫生棉啊，对不起，护刀好垫起来，护垫，这样比较卫生。好，现在呢，他完全听不见。来，我们的四位队员，好，来看看我们的。题目是什么？请看，闭嘴。哦，手扶梯，跳跳太难了吧？手扶梯怎么演呢？手扶梯很难演啊，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啊，这样做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慢慢就上来了。哇塞，不要教他们了，教他们就不要自己看到。我跟你讲，而且没跟他讲千手观应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不要再这样子了，不要再这样子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太有想象空间了，给他们30秒讨论，来，请开始。小众，这四个硬底子演员还需要你来教戏吗？我看陈真队这一分是拿走喽。来哦，3W 剧场，请准备。哦，我们知道他玩那个什么，那个老背哨，老背哨，老背哨。
还有十秒，山顶洞人那个计划，山顶洞人，他看得出来，我爬到总统府，爬到回家，三二一。而且你们那东西怎么会正面去表演呢？一定要侧面才会像啊！我们亏他还教他了。我们刚好不好？他如果写对的话，一起爬，我陪你啊，来哥。我们集体集体爬，集体爬到华师大。然后大笑翻身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真的哦，集体爬的，想想差了一点，就是你看到什么就写出来，对，看到什么写。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，很简单。你知道写自尊敬，我就打死你。对，你要打对，我要看他们爬，快点！好惨哦！完了完了，对了，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不可能呐，机器都准备好上天了耶！快点！去华师门口。你一定要跟我打对，我说真的。啊！好假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是啊是啊。准备开机器到华师门口了，那个先拉一部机器到华师门口，等他们出去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，你这个答案完了完了，他有那么精啊？难怪这么会猜题的，搞什么？一定要的，他真的很难的，气呢？搞什么嘛？一定要的嘛？来来来，那先，先热身一下，先热身一下了。好碍眼哦，热身一下，好碍眼，你们很烦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是。李小龙在伸展台看到千手观音，恭喜你 out out。跳千手观音呢？因为你们刚刚走来走去，我以为你在走，就是走台秀。所以有一种是会这样走。你们刚刚侧面的，侧面这样就像啊，侧面的。我们演一次给他看。我们演一次给他看。侧面走，侧面走。五六七八。下楼梯表演得很好哦，真的好像手扶梯，像手扶梯，对不对？手扶梯啊，算了，也不是很像。不会，我在跟我编哦。不知道是手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手扶梯。我知道，我外国人知道。对呀，乡下人。真的还有人会这样走？但我觉得他把李小龙猜出来，总比有人把猥亵什么那个林峰猜出来，总比把林峰讲的自尊敬好。对，好，没有，没有效果。好，来换队友。各位注意了，现在呢两队可以说是势均力敌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不容易，那真是可敬的对手。现在最后一题没有别的机会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别的机会，来转身戴耳机，拍子是 Marky 哦 ，Marky 哦，好彩啊 ，Marky 啊，人还有在哪里做什么？好，人在哪里做什么？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啦，请看。哇塞，王菲红在衙门玩黄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他哪知道衙门了？王菲红，他连肛门都不知道，还知道衙门？哎，你脏掉了。王菲红，真的啊？不知道。三十秒，逃了，开始完蛋。哇，这题这么难，如果马 Q 还能答对，你们就能出国比赛啦！W 剧场，请准备。嘿，走。大胆刁民！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在干嘛？啊，脚底踩到大便是不是？喂喂呜！倒数十秒。不要再嬉皮笑脸在那边乱搞笑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你要演这么假？我们很多爱你，到底演哪个？好，不要动！天才冲冲冲，精华版。不是，两队真是势均力敌啊！对，什么人都写个名字吧，少林兄弟。你写的少林，对不对？那么多人，十八铜人，写的十八铜人，我们也 OK。而且少林兄弟也不会。太好笑了，少林兄对不对？他人也没有地方，做什么也没有。我们两个都你负责的，难怪他这两个这个我演的很好。今天的肉重嘞，今天的肉重嘞。烂透了，
啦，因为他是九局下半，两队都挂零，我们只要来个再见安打就赢了。因为你是 Capera 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现在呢派出爱丽丝来猜哦，她很聪明哦。他绝对不会写出什么包青天的房间，不会。来，戴耳机哈。戴耳机哈。好，来，先来四位看看表演的题目什么，请看。Michael Jackson 在夜店玩的夜店。简单，都很简单，哇，太简单了啦！他们的评点是夜店，怎么表演？表现出夜店，对，夜店呐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我怎么现在变那么肥了？我叫做 Michael 健肥，健肥。演出角色，常常会那个。好，来讨论30秒，分配角色开始。目前两队都挂蛋，而陈晨队能否绝地大反攻，就看你们的喽。位置好了啊，来，转身，请转身，探讨哦，喂喂，来哦，准备了哦，三 W 剧场，请准备。不要扫了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小孩好像刘德华哎，哇哇，哎呀，他在忙什么啊？拖线打飞机，来来来。好好好，你接电话，你走，你走，接电话。哎，哇！电车，哎，在忙什么？还有10秒。完了，最重要，三、二、一，零。完了，是，完美。禁止喧哗，应该很顺，应该很顺。哎，他们上有答案的耶。爱丽丝答得多快？没对啊。爱丽丝，我们爱丽丝，爱丽丝正比疾书啊，好不好？一个再见安打送他们上西天吧，快点。谢。下三 A 了，下三 A 了。哇塞，这反应好，精的跟狗。啊！节目标录了，怎么可能？他考虑都没有考虑，就写完了。恐怖的那个字跟我们的答案一字不差。怀疑我有塞，我真的没有塞，我真的就是聪明，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，还要哎，我们八点档还要上，我觉得不好玩，可以。他真的以为他们对了。可是我很相信他，我们刚才有看他眼神，就是一直在跟我点头。顶多对，他一定 OK。要不要差？差哪里？你敢差吗？嗯？你敢吗？嘿，我都知道答案，我怎么不敢差？对啊。嗯。差。好。哎，我要有大题。来哦，各位。求求你们。来一。什么？不要跑哦。怎么跑？我都爬都跑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海哥一言九鼎的，对不对？海哥是条汉子。错的话，爬出去，想好了吧？对不对？不用滑板，不用出去了。对啊，错的话爬出去。对啊，对了啊。